講到這個新聞統籌專員的問題，如果講一般的工作的安排，我想就過去很少人會否定這個職位在特首辦的重要性的，因為一個政府最高級的官員所涉及的事務，其實在職責上理應，正如剛才我在上一次發言裡面都是讀出有關這個政策的主要的工作，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你聘用這個人員是不是真的被人覺得是合情合理，是吧？有時有些人呢，你不識他就被他表現嚇死，或者被他的誇大的言論呢就嚇驚了你，以為他很威很權威，但有些人你越熟他呢就越覺得他沒料，正如有一些人士包括做局長都好，我認識了他二十多年，我就批評他做政治菠蘿雞，因為只懂黐利益，做了二十多年都未試過自己統領一件事做好一件事，等同這一位新聞統籌專員一樣，我都認識了他都起碼十幾二十年了，起碼十幾年以上，咁由喺組織裏面有啲嘅工作嘅分工，對佢有啲嘅政策嘅分析，或者社會事件嘅分析處理等等，咁呢都覺得係一個不學無術，分析能力薄弱，只係識誇大領功扮嘢嘅人。你熟悉一個人，覺得佢係呢一方面嘅所謂的性格啊，或者嗰個特色、嗰特徵呢，而當你見到佢要係喺一個嘅重要嘅政府部門嘅職位，而呢一個職位基本上係會影響到公共利益、影響到社會各階層市民嘅福祉同埋政府嘅運作呢，你唔好話針對某個人嘅表現，或者唔好話我唔滿意，因為唔滿意梁振英而對佢隔離附近嘅人呢係有一種嘅負面嘅評論。你純粹從嗰個嘅公帑嘅使用抽離個人嘅喜好，你純粹從公帑嘅使用，純粹從呢個嘅政府嗰個嘅表現，其實我哋做反對派，我咁針對好多嘅政府嘅政策同官員都好呢，我哋都唔想呢個政府衰嘅，因為政府衰係影響咗成個香港市民、香港社會嘅運作。咁但係當你見到一個不學無術嘅人要擔當呢啲嘅重要嘅職位，你第一個嘅反應同埋感覺就係話呢個係災難嘅。其實一提佢個名話會做呢個位嘅時候，我已經有個結論，就係呢個必然係梁振英政府嘅災難，呢個必然係特首辦嘅災難，係咪？而事實我這個的預感亦都是證明是有理據和有事實根據的。你看回這個新聞統籌專員一年的人工是261萬，一個自稱是白宮發言人，將自己比喻白宮發言人的一個不學無術的小人呢，首次主持這個施政報告記者會呢，可以說是醜態百出，其實應該即刻炒魷的。真的我不知道中聯辦哪一個保住他因為他當年可能在共產黨的統治裡面，擺他在民主黨裡面擔當一個重大的角色、重要的工作呢，而政治任務已經完成呢，所以作為一個酬庸呢，就讓他入政府做一些職位真的很明顯聘用他的理由呢同埋個安排呢，肯定就係中聯辦發功嘅。我睇唔到現時政府嘅高層，包括政務司又好、財政司又好、邱騰華都好，會同呢位人士有任何密切嘅關係，或者對佢有讚賞嘅。必然係中聯辦基於呢位嘅人物過去充分擔當咗，或者充分被中聯辦或者被啲共產黨利用作為某啲嘅工作呢，係圓滿履行咗佢嗰個嘅承諾執行咗呢個共產黨指派嘅工作，咁呢個呢係一個政治嘅回報呢，就委任佢做呢啲咁嘅職位。你睇返佢第一次主持特首呢個施政報告記者會，一啲好簡單同埋一啲常人都唔會出現嘅錯處呢，
是这个的错漏百出，还有一些即错误令人感到是发笑的，是吧？譬如很简单，即你作为一个的主持记者会的人物啊，个主持人啲记者点样去安排，即係发问啊，即係嗰个情况系点啊，啲语调系点啊，你点样企啊，即係都系一个应该有专业嘅水平嘅表现。第一就佢将嗰个嘅程序就真啲搞错啦，又唔识呢个嘅随机应变啦，係咪，即係而最令到啲記者即係感到一個即係感到被侮辱啊，或者覺得唔被即係不被尊重嘅咧，就佢喺發問環節啊，即係要即係喺邊位嘅傳媒嘅朋友做呢個嘅到佢發問嘅時候咧，佢係直呼記者嘅全名。嗱，呢啲咧係過分即係表現，過分慾於表現自己，咦覺得自己好權威。是吧，好像学校这样呢，先生叫学生当然叫全名啦，校长叫学生当然叫全名啦，他以为自己是校长，是吧，以为自己是这个的老师领导，是吧，哇，对这些记者是直呼这个的全名，是吧，即是在这个议事堂，即是主席有时叫我们出去都说陈伟业议员，都称呼我议员啦，虽然我犯错叫我出去梁国雄议员，那都叫我们即是虽然都不满我们的表现呢，但是那个的驱逐我们出这个议事堂都称呼我们做议员啦，是吧，那这个是一个的基本的礼仪。外国的议会就像很多时候不叫名的，外国的议会只是叫地区的啫，啊，即是哪一个的 constituency 的代表咁啊，就是 honorable from 哪个 area， 就不讲名的添，是吧，咁即係以前呢個議事堂都係嘅，叫啲官都係直接叫佢嗰個嘅職銜，唔叫全名嘅啊！即係發展到今日，淨係叫特首做689啊，呢啲就好少有啦，已經係啊，叫某啲官員做菠蘿雞啊，更加少有啦，係嘛？嗱，講翻呢一個嘅，即係馮偉剛呢一個嘅表現咧，第一啲基本嘅尊重啊，做人嘅尊重都唔識嘅啊，呢、這個反映佢嗰啲嘅思維模式，反映佢做人嘅態度，係嘛？同埋嗰個嘅站立嘅姿態，即係唔知係咪有身體有缺陷有病啦，我唔知佢係咪啱啱生咗個瘡喺某個位置，即係要 V 字形企喺度，係咪，即係令人感覺到嗰個嘅站姿呢係即係令人感到係有啲嘅異常，係咪，即係你可以睇返啲相嘅，即係我當時睇完啲相，我覺得佢咦唔知係咪有身體有病有問題，即係要特登咁樣企呢咁。这个是不离题的，林太不如我离题，就是这个是一个的专业表现嘛，即是你见到白宫发言人讲嘢会不会这样企的，不会这样企的嘛，是吧，咁而另外有关这个的一些很细微的表现啦，人即是你主持的会议啊，经常在这里睇标，即是经常睇标呢是一个的即是困扰或者是感到不舒服或者是有些的即是nervous 啊，即係個人感到呢、這個即係不知所措一種嘅表現咧，是經常要睇錶嘅，係嘛？即係當你主持大局嗰陣時候，梗係要氣定神閒啊！即係呢個嘅目視呢、這個嘅即係全景啊，即係表示一個嘅有信心嘅表現，係嘛？即係經常主席主持會議都唔會經常睇錶啦，係嘛？咁所以呢一類咁嘅表現咧，亦都係顯示。即係缺乏信心、缺乏能力啊，同埋喺呢個處事方面咧，即係缺乏一個基本嘅常識。而最重要一個其中嘅錯誤咧，就係連時間都控制唔到嘅。你講明呢個記者會係45分鐘，係嘛？咁但係咧就早3分鐘就宣布呢個嘅完結，咁啊啲記者起哄，係嘛？令到記者起哄。因為有啲記者想問問題問唔到，你明明有3分鐘俾我去問嘅，話你突然間腰斬點啊？係呢個特首無能，即係唔能夠應付多3分鐘嘅記者嘅答問啊，係嘛？咁呢啲咁嘅出錯係絕對唔應該出現嘅啊！而另外，即係除咗計錯時間之外，我唔知係刻意即係呢個計錯時間啦，定係自己嘅標錯啊，定係想呢個特首答少3分鐘問題，費事特首臨尾出錯。
啊，好可能都係咁嘅喎，可能臨尾佢見到特首已經唔掂啦，係咪？可能個特首已經語無倫次啦，咁啊快啲完結咧，即係唔好特首出醜，可能因而記功都未定啊。咁呢個係咪真正理由？我哋不便猜測。咁但係即係作為一個嘅即係官方嘅代表，你講咗俾45分鐘呢個傳媒採訪嘅話咧，就必須應該係要俾足呢45分鐘。喺呢一次。我認為你對於一啲細節講得太過冗長啦。OK， 主席，嗱，咪最後一點噶啦，講埋呢點冇噶啦。最後一點就係有關呢個嘅選取性嗰個嘅發問，呢個係好嚴重嘅錯誤嚟嘅。而選取性呢一個嘅發問咧，啲記者經常都係問得一次嘅啫，啊，未問到有啲可能冇機會問嘅。而竟然有一個嘅親中嘅媒體咧，係可以被點名問兩次嘅，呢、這個就係鳳凰衛視集團嘅記者。嗱，呢個必然引起其他傳媒嘅不滿。你作為一個主持，你係咪應該要公平公正？即係呢個嘅啊，即係唔應該偏袒，係嘛？如果真正嘅白宮發言人啊，你試下喺美國傳媒試下有咁嘅情況出現啊，俾其他啲傳媒圍剿你啦，係嘛？但係竟然呢，即係可以安排同埋喺佢嗰個點名之下呢，竟然呢一個嘅鳳凰衛視嘅記者呢，可以發問呢個兩次。呢、這個唔知係咪又係正如頭先即係批評陳建平嗰啲一樣啦，係將呢個嘅新聞處理都呢個嘅大陸化、中共化，或者係呢一個嘅啊，即係親疏有別啊，呢、這個親信化。咁所以即係整個嘅運作模式咧，都並非係一般傳媒或者一般市民啊，特別作為議員，我睇咗咁多年呢啲公共事務嘅處理咧，都絕對感到。即係咁樣嘅表現咧，係絕不呢一個嘅稱職，所以理應咧係要啊，即係革除呢一個職位。所以咧，即係各位朋友啊，即係就算你唔滿意人民力量提出其他嘅修訂都好咧，關於呢個嘅修訂第二十五項，削減呢個新聞統籌專員呢個預算薪酬開支咧261萬咧，我相信喺心底裡面。在座好多嘅議員，特別林大輝議員咧，應該都係好支持，即係我哋呢一個嘅建議嘅。